明日的台湾，好，来欢迎咱的蔡文蔡总统，欢迎致辞。大家，大家，大家，啊，谢谢各位同学。
最感謝的就是講今日徛咧遮足認真，啊嘛足期待咱台灣會使更加好，誒，咱的在地的鄉親，大家早安大家好。啊，即只吼，今日你走啊来，有咱的高雄的蛮来嘛吼，啊，为了要甲大家见面，今日搁穿足精致，啊，搁穿外套，搁穿成功的吼。咱拢足认真，每工拢咧赶进程来做代志，所以我要逐个大家讲，三年执政有成，咱即摆成绩一项一项摕出来。搁较讲，咱的行政院即摆的院长是啥物人？是咱的苏院长，冲嘛吼！啊，咱的副院长是啥物人？我们补助2100块，啊，你若去上批，迄个公立的幼稚园，那个补学费啦，啊，杂费什么什么加起来，一个月不会超过2500块，安尼好唔好啊？啊，大家都就想要讲，我们一定要上公立的啦，所以我们个改革到了2024年，我们要增加到3000班，有更多人可以抽得到我们公立幼稚园来，好唔好啊？
我的不增加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这个政府是不是给大家再给四年？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我嘛要跟大家讲，2020年，咱这个选举足关键。关键讲，咱台湾人要选择的是民主、自由、有主权、有尊严的生活方式，还是向中国妥协，渐渐失去主权，渐渐失去民主、自由的生活？这个选择足关键。咱为了咱台湾台湾的子孙，2020年绝对不要做错决定，好不好？好。2020年唯一的选择。所以我们整体来看，其实是有点调整。